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我们新专辑《望得不》里面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爱是什么》。爱是什么嘞？这首歌呢，我们是用台，我们有点像结合 Beatles 跟台语歌这样子。对，如果 Beatles 唱台语歌，应该就是这首歌的状况。对对对，我们呢花了很多时间，自己唱台语歌，就是制造录音的时候制造以前 Beatles 的那种。复古的音乐声响，对，然后呢，这首歌呢，其实是一个简单爽朗的一个歌词啊，就是的爱是什么呢，我们用了一些比较属于我们自己的思维，对，像爱呢，就像我为乃至五月的荔枝，那五月的荔枝是最甜美的啊，没错，对，然后呢，用旺福的思维去想爱是什么，那希望呢，大家呢，这首歌听了除了让你开心之外。也可以让你想到很多呢。那除了这些爱之外，对你来说，爱是虾米？对，然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《爱是虾米》。